这个游戏怎么自己在玩啊？我都不用动它。哎，是不是这个？是吗？我感觉我现在讲话有点像欧阳靖。你可能跟他待久了嘛，就会这样。对，是不是？我刚刚说是不是这个？我觉得，哎，是不是这个？哇塞！他每次很嗨就会。哦哦啊！我有了。很像啊，我感觉我一直在学他。好像。我刚刚说英文也go away， 那种感觉哦，你看。那种感觉哦。我不是，我被带跑了。亨利，你知道棒棒糖吗？啊，棒棒糖，我知道。不是的。还有哪个吧？你？你别讲，你知道的，你跟我说过。你是棒棒的，你不是棒棒糖，好不好？那我知道棒棒糖，啥我？棒棒糖曾经也是很厉害、很火的一个组合。你们那时候有那首歌，有一首歌挺火的，什么？你是我心中棉花糖，那是棉花糖，那个是啊，甜蜜的梦想，对，那是棉花糖。你们这我是棒棒你们最火的火车手，你是我心中棒棒糖。之前有一首歌叫什么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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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跳跳糖，那是跳跳糖。你不能有糖就跟我有关，对。想听我的新的音乐，你也做伴奏 ？Yeah, different style. Yeah, you know. Yeah. Funky. Funky, very Ricky style. Very cool.Do you want to hear some of my music? Yeah, sure. Sure. Nice. This is good workout music.一起做点运动哦、oh, yeah. yeah maybe we should follow him yeah 哇还想练那个三角肌加一种方法哦、oh. 就这是慢再慢，哎，好的，这样。要直接做到非常酸痛，不能做为止吗？对，注意几个。哦。跳一下，摇两下。要持续多长时间呢？比较合适。300吧。300啊。哇，这脚很酸。哎，啊，现在就去练是吧？对啊，都练完了。啊，在哪里？楼下，一楼。啊，就去。打算跟我练，今天起来了。小刘聪啊。昨天晚上不知道在哪里去掉多晚。不知道，问一下。我给他发了。是吗？一小时前我就给他发。他肯定是没醒。被他一脚。完了，那就下去我爷一顿劈。来，我搬起来。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竹哥，要是你明天早上起得早，练功的时候可以带一下我吗？可以啊，没问题。好。竹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竹哥，不好意思，竹哥，昨天睡得比较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怎么开始？哈哈，睡得晚是吧？是，昨天睡得比较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先活动活动吧。好，行，能练差不多了。好。可以开开卡，这个这卡往外递。就是画八字，胯部不要往外翻，就是完全体现这儿，完全出现一个就是腿，哇，哦。因为我的歌里面，我的整个人，我都是对中国功夫很感兴趣的，所以这一次正好有机会早起跟他练武功，学一点功夫回去。我如果这样的话，你这个胯就得顶死了。对，稍微使劲儿就受不了。这块要整，给你多点，走，画。哎，对了，你画不是直来直去的，不给你这边，你往哪边顶？是我左右。哎，你过来，你就走。OK， 受益匪浅。OK， 那左哥刚刚就一个这个，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八字的，对我这两个我就记得，我去练一下。嗯，好，左哥今天早上不好意思啊，是不好意思。差不多。What are you trying to say? No, I'm good. I'm good, but that's the song you guys are doing. This is our.X part. Oh, cool, G. Yes. But if you go to the final show, sorry,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就讲中文呢？ Oh,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Because I want. 我刚才因为我想跟他表达的就是直接表达， yeah. 但是你想表达什么，你就用中文呢？ Yeah. Because I want to practice.我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练英语的好机会。我连续打卡60天了，刚好60天，然后我想进来的时候也不要断，刚好有这样的机会跟他们聊一聊，沟通一下。I think today there's going to be, I just told him to, I think there's going to be a serious reason to translate stuff. Okay, 没问题。I'm going to be your body. What do you say tail? 尾巴。今天我是你的尾巴。可以吗？我不想麻烦你。No, 真的 it's okay. I told you from day one. All right, brother. I'm going to stop talking about it. Okay. Henry, 我们走了。你们成语词库量大吗？不大。如果我跟你玩成语接龙，我不行，我们就会玩这个游戏，就是我 Lucky， 我们就可以不用成语，但是就接尾巴就好。然后他妈妈和我丈母娘就是用成语，这样我们多少可以听几遍，听几遍，听一点，对对对，试一下好不好？好的呀。当然比我聪明很多，但是我上山若水，水壶。大概知道，没有专门学。胡作非为，尾巴。你就用一种越来越。八八。对，声调可以无所谓的。耶耶。八尾巴。八。好难。我大声声。深，那我们一起玩吧。他需要用成语啊，成语。对，我就四个字就好了，我也不会成语。东山再起，东山再起。嗯 ，OK。你别说戚薇啊，企鹅，鹅哦，这个有点难哦，这个有点难。鹅，饿了吗？饿了吗？妈。妈咪啊。别叫我妈妈，真的。妈咪呀，我就妈妈了。妈咪呀呀呀呀
雅雅，你也实在不行就用四个字吧。什么时候到啊？我实在想不出来。对雅真的想不出来，我都想不出来，有点难。压力山大。